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微的股市私房菜，我是微微老师张真微 Vivian。这个礼拜终于周线收了，而且有一点点收黑，收黑了106点。那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礼拜五其实一般在礼拜五的情况，再加上美股四大指数都跌的情况，台北股市其实一般也都是走跌。今天果不其然，但是跌幅并不算很大。好。但是比较重要是什么？是我们郭伟老师跟我们会员朋友们，我们大家手头中的股票都有涨，而且涨不停。那在这里面，我们也要帮大家好好的来检视一下，为什么有些个股可以涨个不停，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有一样事情是确定的，好，也就是我们来到节目的平台。把上面的 QR code 扫起来，你就会知道原来什么叫做领先市场，什么叫做超越法人，什么叫做好好的赚到大钱。我讲的都真的，好，都不是这个无中生有。来，我们证明给大家看，真的进到我们节目平台，不要忘记帮魏老师投上这一片天哈，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好，帮我们把大大的 QR code 给扫起来。那么，这里面我们很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周边的亲朋好友。那如果大家在这个股市部分，我们也做相关的投资，那么魏老师以及我们的团队都是非常真心哈，非常的诚挚对待每一位我们的会员朋友，因为大家的托付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在金兔年的时候，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如果能够有对的好的一个股票的投资操作。竟然可以让大家很快的获得一笔稳当的财富，不需要走一些险路。我们从技术指标、筹码面，还有这个基本的营收获利表现，就可以帮大家找得到好非常重要的好股票、资优股票，让大家涨个不停、赚个不停。来，那除了我们 QR Code 之外，我们这上面的。哎，这就是通关密语、财富密码了啊！0800-370-888，打了这波这个直播专线哈，我们24小时都有人免付费的啊，帮大家服务，这绝对可以联络得到魏老师的本人。那最重要的是，有了这通电话，我们会知道接下来各位如何可以有机会有效的。直接在盘中就可以收到魏老师的简讯，以及魏老师可以帮大家免费的持股见证。那么持股见证完也会推一份，这个只有我们微微家族的好朋友哈各位发178一起发好有这个通关密码，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给我们微微家族的朋友看这个微股市私房菜的朋友，我们都能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魏老师送给大家的私房标股密码，这个开大门走大路，让大家都知道这些密码是这些标股哈，它的这个代号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哪里，如何进，如何出，而且能够有机会真的从进出里面赚得到钱，这才是最重要。我们希望今年金兔年好好掌握今年的相关的行情，让大家一起发。在这里面，今天虽然台北股市是下挫了70点，失守了15500点的关卡，但也还好哈。其实今天15479，其实我们今天的量也差不多是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差不多一个量，因为近期大概也2000多亿的量这个部分这个比较具有实质的量哈，这是有意义的成交的这个比重的量。所以哦，从量能的动能来可以看得到，这外资进出的一个相关的动态了啊。那么今天新台币其实贬不少哈，贬了1.24角。现在新台币也一直从之前这个哇一不小心来到了29字头，很快的这个波段资金开始又有一点点退潮的趋势。今天礼拜五通常是一般这个我们投资人会卖股票的一个。的时机点，那么我相信今天呢，在这里面相关的持股我相信这个外资这方面的动作也是具有意义的，
好，所以但是比较重要是什么呢？是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就是新台币，比如说我们说的30.4，而外资可能因为它好把钱汇出去，所以新台币贬。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难道我们台北股市就真的没有行情了吗？错，魏老师要跟大家报告，每一次带大家进出的好重要的好股票，我们都是讲在前面，哈，讲在前面。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微微股市私房菜之后，各位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啊整理出整体的思维逻辑，好得到相关的带进带出相关的重要资讯。我们是希望讲在前面，让各位都有机会赚得到股市的大钱。所以这如何操作呢？嘿，我们节目各位就要看仔细了。同样是这档哈联咏哈，为什么我们同这个不断的来讲我们这个电子业哈，触控面板 IC 的一个带头大哥，因为在他带领之下，天域啊、敦泰其实近期都蛮有表现，特别今天天域哦，一早早盘的时候开还开得蛮强势的哦。那昨天当然它是涨停板啊，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这联咏哈代表的背后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去年的10月3号，好，这张我相信我们微股市私房菜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哈，在去年10月3号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报告过，它绝对联咏绝对3034联咏一定是2023年的必涨股，而且它会呈现 N 字形这样的往上攻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上面哈，我们当时也帮大家用215哈左右的一个价位哈带进。那么在这里面几次啊都有加码点，而且这每一档个股，各位我相信大家都认识。好，这毕竟都是我们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全职股，而且都是龙头指标股哦。那所以几次的进场点，我们也带大家都陆续的在加码。那如果以联咏来讲，不只是10月3号，我们在10月8号跟后续一连串的时机点，我们都有带大家有进，而且也在高档相对位置高档的时候有做一些调节，也都赚了不少的一个价差哈，所以其实联咏这档每一个波段，它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就是它整个的比如说面板、触控 IC 或者包括面板哈，它的这个产业好正在好，包括报价或整体的主流的趋势正在变化当中哈。那在这里面，我们如何证明？来，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包括联发科。包括联电、哈联咏、环球金或新兴这几档，我们认为资优的好股票，其实陆续都有在这个波段会带动 N 字形上涨的趋势，多次加码，而未来的趋势也依旧好。在今年，我相信他们都还会有各自表现的一个行情。那么，我们如何证明12月27号联咏？哈，我们上面标注是当天我们带大啊，我们的成员哈，我们在相对低档的311.5，哈。这个价位进，那各位认为就是这样了吗？当然不是。除了12月27号、1月6号再用339，因为我们总是会有新的成员哈，我们会加入新的成员哦，他没有参与到前一个波段。那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新的会员、新加入会员，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跟上这一波。所以只要合适的时机点，好，基本上我魏老师一定会尽可能的哈，让大家能够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全职好股票里面有机会都能够获利赚钱，只是大家成本位阶不一样而已哈。那1月6号一样哦，339。那如果这个你还没有跟上，那2月7号还有另外一个点是358。已经都越来越接近现在的行情了，对不对？来，在昨天2月16号，好，大家都还蛮开心，happy 哦，台股有大涨。但是在昨天，这是所谓的今日高，指的是2月16号，昨天礼拜四的时候，盘中高来到了402.5。好，那距离之前10月3号215买进的这个价位，哇，这中间已经有一个波段，而且昨天也跟大家预告还会再过前高，前高是404.5元，在这里今天呢，好，来我们来印证一下，今天2月17号礼拜五了，今天盘中高点是多少啊？408。所以我们如果哈有一些我们有些朋友，我们一些微家族的尊荣哈，跟我们的特别会员，有些朋友我们都还
持续哦，在这里，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一买买一个，你不要看啊，也是股价不低啊，有的人二十张、十几二十张、30张的人都大有人在，所以大家陆续调节之后，其实还有一些部位是在做波段操作的。那在这里面联咏，如果这个手头边大，我们的会员朋友，不论是尊荣或特别会员，我们在10月3号，我们用215元陆续买进的，今天盘中。好，高点来到了400%，光中间的价差寡在193，两百两百块，中间的波段涨幅嘞，观众朋友看一下，至少89%，这相当于如果各位你在联咏的这档个股，我们用比较好记、容易理解的，如果你是可以几百万入来，好，就在10月3号到现在今年的2月17号。光这个波段，各位几百万进来投资联咏，各位在今天盘中的高点的时候，就有机会让各位是赚到89万，听懂了吗？几百万进来，好，大概就是在一季，在一季多哈，四五个月，4个多月，好，一季多了哈，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联咏这种大牛股哎，几百万如果砸下去投资了联咏，被砸高完能够拿得到。所以哦，这种开大门走大路的好股票，魏老师当然要帮大家推进，而且它量大，不会说盘是震一震啊，突然有怎么样的一个大变化，结果你卖不掉，不会，因为它量大。所以我们来看哦，今天是2月17号嘛，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前几天2月15号。当时2月15号，好，这个相关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报道，就跟大家讲，说苹果订单咬了一大口，咬到什么？联咏打入了明年 iPhone Pro 相关的系列，所以呢，股价站回4字头，这是他在解释为什么联咏这档个股，哦，为什么？可以，这个波段不断的强攻，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原来并不是这个触控面板 IC 的这相关的问题而已，而是它打入了苹果供应链 iPhone OLED 它的订单，不是 LOLE 哈，OLED，所以你看哈，这毕竟它也是联家军的一环呢，这个五虎将哈，大部分也都是他们联家军，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波段。哇，这个声势风风火火的联咏，晚来西安呢，这已经是到到2月15号啊才讲哦，就在2天前。但是各位，薇薇老师什么时候就带大家进场？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讲10月3号，我们就已经陆续带大家进场布局联咏，中间其实薇薇老师也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说，哦，这么快的消息，哦，原来他是因为吃到了苹果 iPhone Pro 的订单，因为 OLED。这消息说实在，我们就算去拜访公司，人家也不会放在台面上说。所以呢，我们只能跟大家报告，魏老师是不是超越市，这个是不是领先市场，有没有？而且也超越了，相关的法人。因为很多的法人也是陆续把这个买上来，有的人也并不知道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魏老师为什么10月3号那时候就知道呢？哎，我们整个的团队这样，大家在日以继夜忙什么呢？当然就是要找出我们股票的相关变化啦。我们当然发现了它的量能还有筹码，哪一些？投顾哪几个好券商分点以外资名义正在动，这就是我们的美感。所以我们的团队啊，我们评估出来，我们相信啊，以联咏目前这样的趋势，现在也许你会觉得啊，但不过哈，大概还在408，好像还要再慢慢好吞吞吞。好股不怕运来磨，好，最重要它中间的这个波段的价差，各位，留面能把口哎，哈，是
在高板上一张，它也不是一个小钱呢、啊。如果你砸了上百万，它就有机会有八十高板这样的一个获利，何乐不为？为什么不能够稳稳赚，赚一个波段，赚到真的是哦，自己每一天我相信都是非常开心，而且是很放心这样利用的好股票。所以现在部分的急单涌进，是现在才知道。是2月14号才公布，是2月15号消息才发布，大家不断的去找原因。可是我伟老师在去年10月3号那个阶段带大家进这场布局，而且沿路有没有跟大家报告这档个股可以买？我们其实看的是技术，看的是筹码，看的是技术相关的指标，找到强势股。所以呢，伟老师都是事前告知。事后我们才帮大家来一一做验证，不只是它，创意，近期这一波段，我们不要讲前一波段喽，我们光以这个波段，800多块其实也不低喽，对不对？不管它前一波段跌到500多块、600多块以下，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个波段的一个强势的点有没有掌握到？我们在2月6号那时候。让大家以这个808到810这样的一个市价买进，我们当时就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对不对？大家去找之前魏老师跟大家报告的，我们认为它绝对会是一个千元俱乐部的好股票，绝对会有机会跟世星 KY 互尬高下。来，在昨天2月16号也就是在10天之内的时间，来你们看。咻，一下就上来了，在昨天盘中高是1010哦，如果我们从之前2月6号就在10天之前，我们别的不算，不一定要算到808。我们投资的朋友，如果我们的会员朋友，你当时是在810块进，中间直接就赚了200块，相当于一张。创意就帮大家赚20万，你咋办呢？你咋办呢？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创意，接下来我们不，当然不会是在这种现在在这么高的一个价位带大家去买。它当然这个波段这个一路往上攀高的过程当中，它还是要一部分的做一些调节跟休息。我讲的是实在，所以我们有让我们的微微家族的好朋友。你当然在这里面，你要做部分的享受，怎么可能说完全都不做调节？那就失去了魏老师跟大家报告，我们要赚中间的价差。所以有些人他手头边的持股，其实当然是有酌量去做价差套利的。在今天，他又来到983块，昨天盘中高是1010嘛，已经正式登上千元俱乐部。今天盘中的高点来到。983，这震荡难免，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创意这档个股过前高，这个几率会是高的。那在这里面包括具有，今天具有这种盘中嘛，跟叫假跟丢魏老师本来想说，有没有可能今天居然还会再杠一个涨停板？毕竟还是关紧闭的状态哦，关紧闭哦，那28号。我们进的时候109，让市价附近109左右的一个价位，嘣一下当天就涨停了那，当然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没办法去赚到一像样的价差。那就在这几天我们这后来陆续下来的，我们就不多讲了。除了当天、隔天我记得过了一两天这个第二根涨停，那这不得了这个关紧闭照样涨停。今天你看，在昨天2月16号再一根的涨停板，这真的是不只是涨不停，而且还涨停板。所以从2月8号一直到8天之后16号，光这几天价差在具有身上至少就37块。那今天盘中高一度也来到159块5。从这个109到今天159块5，
光是这样的价差就50.5块嘞，一张五万，涨幅有将近快要2倍，50%了，46%。这个具有一再的创新高，中间一定有没高，我们已经跟大家报告过好几次了。这个像 Chat 好聊天机器人，跟台积电合作很重要的，包括有这个 5G AI 好车用等等各方面合作密切的 ASIC 好，具有这所谓的特殊的量身定做，为客户量身定做好这方面的一个特殊制成 IC 设计。就是创意，就是世新，啊，这两档好高价，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才多少钱，了不起，今天盘中高，最高不过59块，159.5块，比起那个动辄都是上千块的，各位，你的焦点会放在哪里？当然是我们这档具有科技，啊，已经嘛，159.5块，相对于动辄上千块的，当然便宜太多了。所以，魏老师一再的跟大家报告，这档个股不管它关紧闭如何，持续加码，持续爆股。好，也许你会觉得我蹦蹦蹦，哇，这么多的涨停板呢，或者这么多的红 K 爆了，哦，心里毛毛要出。各位，如果你这个心里不平安，那各位你就先出。但是魏老师认为它还会持续再创新高。好，那如果有赚，说实在。那个各位觉得有赚就好，这也是一个获利模式啊。很多东西真的不要想得太多，先把新台币这个股票，把股票换成钞票放进口袋里，这个还是比较实际的。还有美食这档个股很棒哦，哈，我们在12月23号的时候用228块，昨天来到了盘中高284。已经跟大家讲哦，预告会过前高293。来，今天呢？今天呢？是不是领先市场？是不是好？也超越了法人的一个投资买卖。所以，如果我们从12月23、28G，今天你不就坐在这边享受它至少70块5毛钱的价差了吗？在美食这档，它的涨幅这一段。真的不错啊，至少31%呢，还会再创新高。没事，高丽这档老朋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不要忘记哦，12月29号我们在163块附近买进，中间这个波段震一震之后，哎，昨天16号盘中高点也来到241块哦，它的前高寡贼才241.5块。但是光是29号到今天啊，到昨天2月16号，光中间的价差就已经78块了，好吗？今天更高，今天果不其然，是不是过241.5块的前高？当然过，今天高点244.5块呢。如果从前一个波段12月29号163块买进，光这个波段，各位你仔细看仔细了，光价差到今天给哪里？价差有81.5块。今天虽然过高拉回高丽，我相信它还是有这个机会。市场上对高丽这个评价，这个大家都是追捧的目标，氢能源。所以啊。懂得适度高档做一些调节，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不论是创意，或甚至是联友，其实有合一的时机，你真的就是要卖一卖，你卖了有一套钱之后，你才可以不断的去投资下一档。薇薇老师帮大家选好的联友第二，具有第二，不是吗？所以这个价差一定要去赚。在这里面，洪家军也表现出色。昨天也再三跟大家预告，对不对？我们正在布局相关的强势股的第二，台积电这几天当然台积电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真正跑出来接他棒子的，居然是鸿海哦。鸿海作为精神指标，也许它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温温涨，温温涨，还是有点牛，对不对？那洪家军呢？
不论是群创，不论是天域，哇，最近普成，哦，你有没有感受得到他那个动力啊，哦，都不断的在奔腾当中。魏老师已经带大家逢低卡位了，哦，天域昨天涨停158.5块，今天照样。高点又来到168.5块，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当郭董传出他要这个选总统的消息之后，他旗下的个股，特别这种票悍的天宇，然后又有联友哈这种触控 IC 面板大哥的加持啊，带着一路跑，天宇表现也不错。魏老师认为它尚有高点可期，富鼎就比较稍微温吞一点，对不对？但是也是一个半导体，你要鸿海集团进攻车用电动车，它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富鼎这种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属于不能说非常的高阶，但是2、8纳米总要，所以这些部分啊，富鼎也扮演一定角色。所以到时候这个洪家军，好，我们也让大家知道，其实已经在逢低卡位当中了。所以魏老师常告诉大家啊，山不在高啊，有仙则名；谷不在多，会准则盈。兄弟啊，歹势，会准嘛？你有领先市场，先带我们的会员朋友去布局，你才会后面赢得不少的价差。中兴电，我们光棍节的时候，去年光棍节的时候，带大家以52块买进，不提提到波段持有，这段时间哪个地方在对不起大家？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前两天来到91.9块，中间的价差就有将近40块，有39.9块哦。如果你拿的是100万出来投资中兴电的话，今天应该是前两天了哈，91.9块那一天，前天吧，哦，你就有76万放进你的口袋了。而且不要以为，哎呀，这最好的时机点错过了，我就没有机会。不会，不会，不会，你可以看到魏老师是不是？你们去查1月3号，让大家还用相对的低点67块67块，让大家进。31号，哈，这个月底了，刚刚讲的月初现在月底了，相对的低点在75.2块，照样还是有机会进。2月9号低点是多少？79.7块，我们照样都有低点可以买进。那在昨天，中兴电盘中高已经来到了88.8，我们认为还是有机会去过它的前高91.9块。我们当时52块买进哦，今天呢91.2块，差一点点，基本上要过前高。你认为有什么大问题吗？91.9块，现在已经今天盘中高来到了91.2块。所以啊，光棍节52块买进，哈，也避过前高，中间赚到了价差，至少就76%，多可惜！你如果各位，我们魏家族的好朋友，你是在2月15号，昨天前天嘛？你在前天那时候看到当天的报纸，哇，法人看好中兴电目标价上看115，你当天才冲进去，你当天就卡在那里，因为那天股价拉到了91.9块，说不定到现在还有好几位朋友，你可能都还套牢在里面，对不对？值得吗？因为啊，我们真的，魏老师早就讲在前面，11月11号光棍节就已经陆续让大家知道，中兴电其实有不同的价位，一样可以上车到91.9块的时候，盘中高，我也只能说，可见前面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你不论是11月11号，好，或者1月3号。好，1月31号，反正这陆续进来时间，各位今天都在那一天就这个在前天，好，anyway，大家都是赚到钱的，到今天也都是赚到钱的，因为你已经过前高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机会天天有，它经过。问题是在于各位看得懂吗？微微老师跟我们的研究团队，我们完全了解。我们以最大的使命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赚得到钱。当然，我们自己也能够有更多的会员朋友加入。我们团结力量大，到时候中心店第二，我们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有机会继续领先市场，买在起涨点。而且到时候你可以看到，原来是超越法人的哦。法人的目标价，2月15号才告诉你，上看115。微微老师是不是沿路已经带大家好好的赚了一大波的中心点？所以领先市场，超越法人，这就是微微老师帮大家赚到钱，赚到不少的大钱最重要的秘密。我们欢迎朋友们赶快把大大 QR code 扫起来，我们在新的一档中心店第二相关的布局已经都准备好了，即将登场。我们欢迎大家，就像之前我们在中心店11月11号，或者是之前联友，我们让大家在10月3号就已经陆续进场布局一样，因为财神爷就在各位的面前。好，拨电话进来0800-370-888，或者是扫 QR code， 我们暗号通关密语一起发，让魏老师哦跟我们相关的研究团队，因为我不可能我一个人一对中扣这么多哈，我们的研究团队带大家一起守株待兔，这个金兔年是漂亮的钱宝宝，我们把它布局布好，把中心店第二，把联友第二，把聚友第二布局好，等到时机到，大家就可以快乐收割，这不是很好吗？而且你龙边操盘这些部分交给微微老师帮大家盯着看，好，让我们的研究团队帮大家守护财富就可以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希望今天礼拜五大家都能够 happy， 在这里面看到我们微家族的好朋友沿路都赚到钱，各位这样好机会不要放弃，好，直接拨电话进线，随时你就尽快可以获得不仅是资料秘籍、股票秘籍，更重要的是你直接可以掌握能够让你发财重要的股票。OK， 今天节目到这里，拜拜。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